明年再见。所以才就是一直拖，所以可能谷谷一直想要登记，就不要了。对，我就明年了。我说好了好了，农历明年是国历，没有这么细，我等一下又要问。他就说明年就对了。就现在进度是怎么样？婚期？还是其实已经登记了？没有，还没，还在找日子，好日子。对，就在离席室。好了，跟你们讲为什么好了。对，因为老师叫我明年再见。终于讲出来了，就说算过吧。对，算过了。因为老师说明年结，就是为什么都不今年？对，因为老师说明年。明年结，但是老师有说今年结会怎样吗？没有，但是明年结更最好。那就会想要，对啊，所以才就是一直拖，就等。对。哦，所以可能谷谷一直想要登记，就不要了。对，我就说，那老师就说明年了。他说好了好了。他都不敢讲，登记也算，对啊，登记也算。我还去跟老师就再更确定，说明是仪式，登记也算吗？他说对。哦，原来，所以真的，那你就要等明年了。对，他是农历明年还是国历？没有这么细，我等一下又要问。他就说明年就对了，因为我怕就是很急啊，就是农历跟国历误会，然后还是有差一个时间。没有说那么细，我怎么觉得看流年的时候再去问。我是很超迷信的，对，你已经很迷信，真的。我现在是很迷信了吗？可是现在结婚的人公证，如果你会不会看日子？还是会，我会。那你会去问老师说哪一天公证？你看哪有的？哎，那你这样，你们典礼会不会去看什么幸运色？哎，我倒是没想过，哎，要看吗？紫薇斗数说蓝色，然后那个说绿色，这样怎么办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就一半我全部重订。我们等下去问唐老师。哦，那等一下，就会被公司杀了。如果换颜色，我们就说可以重订妆嘛。你看，他这样子，对，那我们不要问了。